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K Go Designer 阿贡啊，今天带你们看一下间这几天才开工的工地。OK， 这边全部都有拉电动，然后这边有多士高，等一下给你们看设计图。啊，这边的话就会有这个灯从上面接下来的，就是楼下开关，这边上面楼上跟楼下都会有开关的。然后这边看一下设计图，所以这边中间会有一个石膏，然后掉下来就很像这样子的，然后冷气在中间这样子咯，然后会有一些打灯设计，然后后面这边还会有灯亮出来的。Okay， 然后厨房来讲的话，这边这个抹下被换掉了，然后出来效果是这样子。几天后再起个灶头，记得关注订阅哦，下期再见哦。